谢谢各位。之中也曾有这样的一段时光，或许你真的明了这样的一种彷徨，但所有的梦想都凝成了同一个希望，而简单的生活也成为一种理想，你如何忍心让孩子独自去面对这种沧桑。如果你的身旁也曾有这样的一个小孩，或许你真的明了这样的一种苍白，当所有的痛而健康的成长也成为一种理想，你如何忍心让孩子独自去面对这种创伤，孩子当作需要谢谢，谢谢大家。